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讲，你看到已经到澎湖了，对不对？好像什么乌丘啊、马祖啊、澎湖啊等等，就是遍地开花。现在整个离岛的部分，你不要讲什么禁限制海域，都已经逼近三海里嘞。然后这个3月15号下午到3月16号的早上24小时之内，连续来了9艘大陆海警船啊，刷刷刷一下就来了，来干嘛呢？就是来执法巡航，我方的海域啊，大陆来执法巡航啊，所以说到就是做到。2月14号之后呢，大陆就说会来定期的嘛，定期的执法巡航，就是啊，好，逐步开始。那不但如此啊，他连这个图都画给你啊，导播的图在中间的画面放一下，他图都画给你，动画也都做好，生怕你看不懂，生怕台湾民众看不懂，所以画给你看啊，到底有多近呢？啊，3.2海里跟3海里最近的地方只有3海里啊，警告的意味极其强烈。然后你刚刚看到那个澎湖的渔船，它是渔船哦，对不对啊？防灯检的铁杆也已经装了起来，对不对？那今后就变成说，哎，我的船你恐怕没办法上去灯检，但你台湾的船，我大陆海巡海，我大陆海警想登就可以登，是不是？未来会不会变成这样呢？啊，那大陆海警来到底有什么重要或不重要呢？我跟你说，很多大陆海警船是大陆的军舰改装过来的嘛。那假设有需要的话，它可不可以改装回去呢？又变成军舰呢？可以呀。最近就有一篇报道告诉你哦，大陆海警船很快的可以改装成护卫舰，它有几十艘啊，速度快，可以有效的满足紧急的需求，像056。本来就是护卫舰，只要把军用装备装回去就好。那053H3还有053H2G也可以反向的改回去。所以呢，万吨大陆海警船可以供改造的空间，当然不多，比较不好改，但是其他的哦，要改非常好改。所以，谢大使你怎么看啊？2月14号金门事件这一件事情留下真的是啊。真的是这个怎么讲，我们无法处理的状况太多，然后我们的政府在台湾本岛真的天高皇帝远，他讲他的，然后你知道在海巡弟兄或是我们的这个渔民真的是处境越来越艰难。对，不过反正陈建仁现在是电脑时间了嘛，对，数馒头啦，他就胡扯嘛，对啊，对，他就讲的这个好，怎么讲呢，义正辞严，那执行什么样说他也搞不清楚，对，他就说应该怎么样，照规定照本宣科一样啊，应该怎么样怎么样。那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，那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，那下面我也出海啊，派个100吨出海，然后在附近啊广播啊驱离1个小时，然后呢别人听到或者没有来把他撞成也不错了啊，那就反正别人可能有听到，然后他把他这个一个小时的这个好播音播完以后他就回来了，人家船越靠越近，哎，视而不见。反正就走个形式嘛，就完全都形式了，完全都形式了，驱离这个动作，那有驱有没有离不管，哎，只驱不离，那也无所谓。所以就是现在，陈建仁也这样干，下面的海巡署也这样干，海巡署长也这样干，要不然你要他干嘛呢？100吨的去跟人家4000吨的、2000吨的去撞船吗？根本就啊鸡蛋碰石头啊，对，要不然你就把你的什么什么。这些比较大的海巡署的船舰你就调到金门去看看嘛，又不敢调，那所以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很尴尬了，就是变成啊，所谓维护的所谓的禁制区水域哈，不是靠真正的渔船，靠海警船在维护，是靠哈陈建仁的一张嘴，然后呢海警船我们海巡署船只上面那个扩音器而已，就这样子啊。那有区现在哦，又是没有离。又是三海里了啊，而且一天之内哦，9艘海警船哦，还包括他们的渔船，我们刚刚最新的防灯检的这个铁杆也装上去了，所以渔船也好，海警船也好，现在这个装备越来越齐全，对不对？动作越来越大。我是觉得三海里对方已经很客气了，也许是说太近的话，那个就水象哈，你那个水底状况不好掌握，他已经可能是接近你最近的了，对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说3海里那2海里呢还1海里呢你怎么办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说步步紧逼啦，然后装这个防撞的将来每个都装，你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民进党这个政府啊就是靠一张嘴啊，能骗就骗，然后呢骗不过呢继续凹，然后你讲什么都不承认，
然后呢，事实上他就是靠一张嘴，嘴巴胜利法，他的嘴巴一讲出来他就赢了，其实被人家打得已经啊满头包了。那现在这个金门的钓客，事实上是我看那个报道应该是金门人啊。对，这种事情很难防，因为他所谓的波特船，你知道什么？波特船是一种，有人说是一种折叠船，或者就是最简易的船。你事实上你到网站上都有卖，你一艘船有时候几千块钱就买来了，而且这种船是怎么样呢？这种各式各样，可是就最简易的船，跟独木舟差不多的这种船啊，它不需要从海港出去，它今天啊就是拖一艘或者拿起来把它折叠拼起来以后啊，随便到了海岸就出海了。所以这个其实他们跟家属有联系，只是说他迷航了，迷航的家属就很紧张，结果最后呢，那个因为能见度太低，结果他们就不断的用这个好，用这个好，这个照明的好在求救，结果被大陆的海警队，可见那个附近只有大陆海警船，没有我们的海巡署的船嘛，所以这就不是又证明了吗？在北定，上一次你记不记得那个是在东定嘛？北定，上次就在北定嘛，上次把人家转翻的就在北定嘛。现在北定你看，这就证明了，只有大陆的海警船，没有我们的什么海巡署的船啊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说，我觉得啊，当时这个二一四的事情出来，很多学者就说，过去还怎么样承认相互的治权，现在治权已经没有了。所以尤其金门的水域，我看现在治权中国大陆已经收回去了。那民进党就是说，你问他你有没有被收回去？哦，没有，我跟你保证没有。那跟你吵架，然后说有没有驱离？有，我有派船去驱离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人家每天在那边，人家你看哦，九个。24小时，9艘舰艇编队，对，距金门3公3里。请问你，海巡署有没有9艘啊？海巡署都没有，24小时都没有9艘舰艇编队通过了。对，对啊，人家是大陆的海警船呢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2-3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